在中国，45块钱的自助是怎么样子的呢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，有很多中国传统小吃。啊，来点凉菜，这是腐竹，然后玉米，还有这个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我现在要去挑点煮火锅的菜，因为我们呢是可以吃火锅的。再拿点肉，这些肉呢是烤着吃的。我们再去拿点牛肉，然后这个呢就是饺子。我再去拿点喝的。饭后甜点肯定少不了。再拿点寿司。